前面要带新的团队为主巡演，通常巡演的最后一首呢，放的压轴是以及参加巡演比赛的四节曲，叫做 Give Us This Day， 翻译的话就是说今日与我。啊，这个 Give Us This Day 或是有通过圣经的，也都知道它起源是作曲家从圣经的寻找，从得到下一个灵感，把 Give Us 赐给我们。丰富的粮食也是 Give Us This Day， 这个标准来源就是马斯甘卡先生在他的曲目自序中说到，这首曲子的标题虽然来自于圣经，可是他的内心写作这个曲真正的东西是受到一个佛教的一本书的影响，是在越南的一位僧侣写了一本书，叫做这本书叫心想事成，也就是说大意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要有一个正向的念头，这个正念能够改变世界所有看待的眼光，我们拥有正向的眼光，于是我们能够跟这个世界合作，在那边休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然后在这个曲里面，马斯甘卡先生说，他透过写作这曲的过程，他突然发现，原来他本身也是这个正念的受益者，他是一个写作者，他的音乐带领他正念来去，他本身也会写作的，认识更多的音乐的爱好者，所以对他来讲，他不但感受到这种美好，也把这种好分享给别人，所以这是非常优秀的。那这首曲子的有两个乐章，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交响曲，所以大家看曲目叫乐器 short symphony， 所以意思说一般交响曲是四个乐章完整。可是马斯甘卡先生觉得他两个乐章一起把他所有他都表达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演奏的是完整版本，我们比赛是演奏第一乐部分是白板，比较炫技的部分。可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段第一乐章叫做冥想，也就是在什么样的意念中开启一个系列。思维的东西，仿佛天地，当你变得清楚的时候，仿佛你感受到天地万物的开端。啊，在里面你要知道善与恶的相提，这也是一个轮回。所以第一章是一个充满落跑的一个乐章，第二章非常急速的，在这个乐章中你会听到宣誓，非常正面的号角以及愉快的这种信念一直影响。所以这个曲子在第二段非常最非常的极限主义的，就是用很小的动机不断的堆叠到一个极大值，所以有感到非常强烈的一个前进感，也就是正面带给我们克服所有各种逆境的一个勇气。而且大家今天欣赏这首连篇的将近十四分钟的短篇交响曲，谢谢大家，谢谢。